大头这鬼王，伊就向大众也禀报啦。大头伊就讲啦，吴三王这唔正经啦，将咱台南一挂庙呢扫甲空空。大众爷，你即马万一和吴三王伊呢渡过闸门溪，强行你的庙，人抓厝拆，鸡仔鸟仔打死甲无半只，要哭都无目屎啊！安尼就麻烦了哦。为什么吼？拜天拜地拜财神爷，最后呢，煞无落改变这个现状啦，吼，在乎感情、人际甲这个生理呢、运势呢，拢无得到真好改变。道长，你是咪咱吼含讲吼问题到底是出伫倒位？这个问题吼，来，其实吼，你讲的就是因果，这嘛跟因果有关系。当然啦、因果这件事情，其实关系着我们从出生到灭世的整个形态，都跟你的因果有关。我问你一项代志，底下你我在你灵当，好拍摄啦，我是讲比喻说啦，在最痛苦的时候，或者是说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最简单的一碗水给你，我是感谢你，你也了感谢一世人啊。不过你底下你辛苦一千两千六十几啊亿，摕一罐上顶级的咖啡给你，你嘛感觉拄啊好尔。对啊，对嘛，所以这个心有关系，这个心命跟因果有相当的关系。第一个，在传统道场上，我们必须要做什么事？找对神明呐、你不可能一个心命管你的财富、感情、人际、生理健康嘛。哦，我知啊，你即卖吼要申请贷款，你要找银行。对啊，你即卖辛苦白疼，你要找迄个医生啊，医生对嘛？你哪有可能讲大行一尊神明来应到底？就像我们上次不是讲吗？对，求财除了要求，我并没有说财神也不能求财，对，我是说求财之前要先补库嘛，补库要找三官大帝嘛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要混乱他？没对，好对，所以咱做人爱所求有度，咱求未使超过咱的能力范围。比如讲，我定日一个月就是赚三万块，你讲佛菩萨啦，你后个月要赚三百万给我，够有可能？你嘛袂当啊！迄个新闻下完讲啥？我想要像郭台铭同款，这么有钱，过当的嘛惊有钱啊？对嘛？那为什么？因为初始的状况不同嘛，对不对？初始的你本身的能量没那么多嘛，是你的库钱也不那么多嘛，能够去吃下大官，你就无法多嘛。所以任何的东西，我们这个部分，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，这部分是个有形的。你要让你的愿得愿，第二是无形的，要请什么神尊来倒沙缸。我告诉你，在道教的传统之内，除非你是急难之事，就是人要死啊，人要过身啊，向神明来看医的医求，对，化救命。除非你这是身体性命，除了生命没有重要事，所以只要你的性命应求之下啦，求神明绝对有效。道长，你是不是爱向我教讲如何啦来向神明来看医求修这项代志，爱显现伫倒位，孝心。心灵，因为你有效，所以呢，添修好你，添修好你。要求啥啊？第一个当然是用红台神尊，爱向天王伯来求。当然啦、求修伊无批，是啥人家互你修完？第二，三观大地，三观大地，天地水三苦，爱一万。苦钱不是钱啊，苦钱是你的功德啊。苦钱是功德，不要把它当作是钱，它是你的功德库，不是你的钱库。派发钱财当然是财神爷，问题是你钱库里面你的存折还在摸钱，啊，请问一下，伊是要派发钱财给你啊？所以求财先求三观嘛，求寿嘛是求三观嘛。天数好，地下坠，数该恶，解厄不是连病厄都引起。龙宫设立是改变人生的钥匙，你拥有了吗？龙宫设立磁场强大，如果你戴了会头晕、恶心、酸痛、噩梦，都是开始改变你磁场的现象。龙宫设立很神奇，能随着每个人的气场不同而调整，如量身定做般为你打造专属的磁场，专属于你的防护。这就是龙宫设立迷人之处。初期佩戴一些不适的症状，不要怕，你只是一时不太能适应太强的磁场，不舒服呢？就拿下来休息一下，反复几次呢，慢慢就能适应了。如果体质敏感，一开始感受能量太强，睡不着，请再多给一点时间。通常佩戴后呢，睡不着的人很少，睡到流口水的反而比较多。全家大小，驱邪避凶，护身，居家外出常备，提升小孩专注力，让小孩聪明乖巧，有人缘。
改善风水磁场接福气，也是一个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。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70903，两个小 A 570903，让您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玉皇三观来，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上重孝心，所以地藏菩萨因为你有孝心，会加济，加济一济是12年，一届加12年，对。所以当这个人平常时友好父母，卖讲伊对别人偌好，优秀个无问题。哎，道长，即卖吼，伫这个社会吼是一个迄个工商社会，所以求财足重要。求财爱先求啥？你也是业务，爱先求贵人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你也是生意人，你爱先求财气啊，对不？你也是做一挂他偏离吼，咱主要世俗看到的行业。是，你就爱求无形众生啊！无形众生是这高分，当然啦、啊，也贵吗？当然啦、啊，问题是不是求伊摕物件来给你啦？哦，是求伊要来做动啦，算伊放咱一条生路。对啦，莫来做动啦，放咱一条生路。所以很简单的道理嘛，吼，我们求天求地，为了不会超越钱财、身体健康。家庭和乐，感情顺利，一般人就是求家嘛，啊，所以家有家求，偏有偏求嘛。可是我不是倡导说你要去做坏事哦，不是哦。可是有的人他就本命偏财啊，所以你这家都是没好嘛，一定要惊这个他偏的路边缘，可是不能犯法啊，没让缓缓。嘿，你别去伤害别人啊，对不？你伤害别人就违反天规啊。哎，是要做起差的，好，所以咱求爱求会到，求到人有红中冠。是三观 是,、哦、是你的能力的来源，所以求财三观，我们的五财神文财 神求科举是文昌、哦、求无病无殃顺利平安，对不对？诸多神奇都可以、哦、求我家家运兴旺，求自己。笃定现在很多人也想说怎么像我啦，活到要60岁也没有孩子啊，为什么呢？很多人想要生孩子不不出来，这跟英灵有关系吗？我来说啦，是如果说英灵是绝对的关系啦，有关系啊，是怎样？是怎有关系？是怎样？ 你要生孩子要当时是没老师下来有关系吗？你是说没说你我们去吃娃娃和捏掉，不管是吃娃娃还是他心中问题漏掉 的还是说当下母体母体身体不好漏掉的。道长，你看很多人不简单较不喘，啊，这个囡仔呢，无就心脏病啦，啊，无就脚欠一支啦，手欠一支啦、哦，这就是阴灵的问题。可是这个不一定是只有阴灵而已啦，哦、我把它分成两个面向来跟你解释一下。第一个是有形的，第二个是无形的。啊，有形是安那？有形的，第一，咱今仔日这个环境内底，查某囡仔食冰食有济无啦？有。哦，大家有热哦，紧食冰哦。啊，伊的下体的子宫会冷袂？哎、欸，啊，宫寒，宫寒那么得体，所以呢，依然科学的角度来看，你的宫宫的壁啊，子宫壁啊，像冰块一样很滑，冰寒就滑了嘛，不容易。那你的这个受精卵怎么去附着在那个宫壁上？所以不容易，不容易受孕，这是第一点。是。第二点，我们现在人啊，是吃的这种所谓的基因食品太多，也对不？好、哦，塑化剂啦，哦，什么？连女孩子最需要黄豆，有基因改良诶，真诶。哦，大豆异黄酮是女孩子非常需要的东西哦。对。问题是也有基因改良的，一定要产一个动物诶，那个基因，所以就产生了什么？产生了我们的怀孕的宝宝啊，很容易有一些损伤不自然的状况哦，比如说先天性的心脏病、先天性的败血症、先天性的营养不良、先天性以及咱出生闹什么叫什么，咱这5、6年时间闹什么叫什么五大这样代志无嘛，以及闹五，今嘛所有的囡仔出来我叫五大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下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吸收太多毒素了。对，好、哦，来第三个。这样奉劝所有的女孩子哈，愿意怀孕的妈妈是哈，一定要调养好自己的身体，不要熬夜，不要吃辛辣的物品，至少在备孕这段时间不要吃辛辣的物品，不要吃冰，尽量吃健康的、实在的食品啊。哦，那这些食品可以来补足我们的营养，这是有形的。现在的人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怀孕很辛苦，不孕症都是这个部分来的。好，再来讲无形的。你的本身有命啊，无命要生囡仔。一般来讲，拢有。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一股惊济，除非你无惊济。所以咱就算讲咱有惊济，
咱无愿意帮伊生落来，可被阴灵，被阴灵。对，就算你没有着床，他还是跟着你啊，他还是你的冤亲债主之一、啊。所以本来是娘子来排队，要做你的。啊，哥哥你不爱生，啊你是不是造成伊的困扰，嘛你的困扰？啊是你，你会去啊未去？也怨气足重的啊！啊对啊，因原本啊，好无简单排队要做你的查某囝，做你的后生，对，结果你来歹势讲，我无爱，我真无爱，无爱。啊，结果你想要爱时，歹势我无爱啊，我伊无爱啊，我怀疑无爱啊，所以怨气很深嘛。那第二件事情，如果另外一条灵，就是你这世人有三条假命，结果你甲生一个，是，这一个在巴肚内底。是其他那两个避免也未避免，是啊，伊会使来，我袂使来。所以这两个原本是要投胎转世，无法度投胎转世是安怎？即卖人生足少的嘛。对。伊要重新投胎，重新排队。对。搞不好一百年、两百年都排不到啊。来第三个，就是讲能量的问题啊。咱的身体有能量啦，即卖人暗困、食醉、搁食阴阳、冷热吼，搁不均匀，都影响他的下体啊。那这些东西，你下体没有足够的能量。你怎么让这个孩子顺利在里面长大？能量也是无形的嘛。我那也在借几挂饰品，几挂吼，咱讲的这个宝物来加重咱身体的能量运转，它会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。像这个东西就很好。我较早吼，像我七月时啊，我拄着一挂迄个甲咳咳，我着咱念迄个大悲咒。当然啦，还好啊，那问题是。未付期啊！对啊，即卖变讲吼，有紧急的状况下，我说双手啊断掉。干嘛？那顶个有讲过嘛？龙宫设立来自哪里？水嘛，水。小朋友生长要不要水？啊，无羊水直接冲杀。所以这是保护它多好掉诶。对嘛？所以羊水的能量越大，小孩子就越健康。所以他我们期待运送给他的养分就越齐全。所以这东西。水应水，火应火，五行不会变灭啦。你该是什么型，伊就是什么型啦。所以你底下你想要生囡仔，你若无先来这主场用好。咱正好讲着阴灵这样代志，是阴灵是啊，足多人躲未过，是因为你无好一个所在去嘛。你叫伊遐排队听金莲佛，啊，囡仔人那坐掉。一年两年以后，啊，我排无，啊，人的天性是会回来找妈妈，是无？啊，找妈妈，你就又身体难过了。啊，孩子不是有意的，他只是想找妈妈而已，他有什么错？问题是它的阴磁场会影响你的阳磁场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能量体，让它可以吸收能量。就像妈妈小吼讲呢，你就得靠。所以呢，大这时就是等于讲挂这个龙宫设立也是最真的，来补充伊能量，就讲是一个斗阵一样，斗阳幻。你至少要给这个孩子回来有能量嘛，有一个动力。啊，我问你啊，阿尼啊，伊敢知影当头阿妹，巴肚还就是靠尔嘛，来吵尔嘛，让你感觉身体无爽快，感觉让你。哦，头昏脑胀，甚至影响你的个性，因为你的行为变成幼稚。来，第一件事情要让阴灵这条阴灵有地方归依，好、哦，比如说它、啊、有所归了，对吧？它有地方归依，它才会在那个世界一起生长啊。是，第一个是要有地方归依，而不是骗它，再造轮回。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你摆袂着。卖讲吼，你后世人呐，都在做我的后生啦，做我查某囝啦。哦，这个他无可能，因为缘分已过。第二，要给他能量。就是给他食粮能量啊，比如讲，吼、哦，请法师加味的这个法师，就是讲有一挂咱身躯顶应该有的能量，母子刚情，不会因为你身上的能量，他要取走，他不让他取走，不会。是哦，你有能量，让自己的能量更好，那自然的这些小朋友就会得到能量。第三个很重要，千万不要让跟他在结恶缘。卖盖结二元，做嘴法师来，心灵啪，不要处理去。嘿，问题是啪以后咧，灵魂不灭定律啊。好，恁我妈妈叫你老阿啪，好，我大汉你就知啊。一暂时先退下，对，伊嘛是等来找你的。啊对，啊这法师会对你两四点钟吗？所以一定要善存善引诱，让他心怀这个感恩之心，去找一位神尊。好，甲伊绿色幽暗的神尊是来创啥？来皈依，啊去卡遐好啊修炼，修炼做东珠心还是太珠心，再回来照顾这世间，这才是正确的方式啦。对，所以大勇讲阴灵派处理，如果敢来阴灵无派处理，是你有耐心要甲伊讲，有要甲伊好啊处理无啦？囡仔烦，囡仔烦，你要安怎来安道好，无伊甘心甘愿去到神尊遐遐修。对，坐下来、哦、喝杯茶，好好啊，瞧落去。我咧办姻缘有当时吼，去买牛奶呢，
买有用，会去买奶嘴呢，有当时佫会去买彩衣呢，嘿，薄天的衫，细领衫，是安怎？夺其所好，佮好讲话，就是咱爱对症下药啦，对啦，唔是讲大家拢使地藏菩萨啦，地藏菩萨都痛较疼，你上一个幼儿园来给我，啊，我无法度给淘汰是要安怎？对啊，啊对不？哦，啊，所以咱爱有第一。咱人爱有能量，是。哎，当从咱阴灵回来的时阵，会使分一寡能量，让伊得到奶水啦，吼，奶水。第二，咱人爱持善心，以前做唔对唔对啊，今嘛爱去加做一寡善心，帮助遐个蒙爸爸妈妈的孤立。这个是对阴灵最好的回向。哦，那第三个就是你要再生小孩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的健康跟能量的资源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好，你生的孩子才不会有问题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阴影的部分，这个是就是这样而已。太感谢罗丁，安尼开破，无安尼开破，咱完全拢。大刚就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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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讲无，我唔知讲安怎呀。大概拢找这法师、道士来，都是要处理的。这这囡仔要是对的呀，你今仔都有对啊？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皈依啊。对，后野生技坚持手工制香，后野香让你秒变好野人的后野香，168支后野香只要1580元，催旺您的财运，让您当个好野人。想当好野人就来点后野香。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 2750903，两个小 A 570903。让您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你今天帮新棉花 SK2 了吗？董事长带头玩的好香好香。帮新棉花 SK2 你敢买了吗？小好香好新棉，有根有公菜，有公菜主人的要求必要。你有看过吼、哦？手工做的香的贵点吗？虽然搞工搞时间，但是真的真水。董事长带头玩的香，根植手工制造，阳光日晒，严谨的工序，一点也不马虎。董事长带头玩只卖天然的香。感谢吼、哦，董事长带头玩的粉丝对董事长带头玩我的支持。我吼、哦，大刚吼天天爆赞。要买过董事长带头玩的好香好香，较紧来买，用鬼弄嘛公赞，买好香闻好香，找董事长带头玩就对了。麻烦您加我的 LINE 2570903，两个小 A 570903，让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